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喺我凡介绍微意识嘅时候啦。今日去咗边啊？今日终于上深圳啦，好耐冇上啦，起码最少有一个月。因为点解啊？之前喺泰国一个月啊嘛，泰国之前亦都冇上去啦，咁啊足足差唔多两个月啦。第一站去边呢？今日就去呢个瑰丽明珠酒家饮茶，同埋食一啲小菜啦。因为见到个餐都好似几过瘾。咁依家我哋就搭的士去啦。其实如果唔搭的士呢，大家可以喺华强北嗰个站落车嘅。华强北呢，其实你可以喺福田口岸或者罗湖口岸过去都得。咁我哋当然选择搭的士啦，因为依家呢15蚊啫都系，咁唔算话太贵，同埋坐过去都系15分钟左右。嗱，俾你睇下，14.5系券钱，可能有机会14.5或者15蚊啦。咁呢度咧有后价噶啦，咁我揿嘅时候最贵15蚊，咁我当15蚊先，因为我都冇 detail 睇啦。咁呢度我都唔再多讲住啦，因为都一路过紧去。如果唔塞车咧，都系10多分钟就到啦。时间依家几多点咧？11:02。比我哋預計中一模一樣，啱啱可以食一個晏晝，因為佢2:30咧就會落場，咁跟住要5:00先再開咯。好啦，咁我呢度唔再多講啦，去到嗰度先再同大家慢慢傾。好啦，依家上到嚟六樓啦，原來仲要上啊！瑰麗軒，哇，原來新開張嘅呢間嘢，瑰麗明珠唔係瑰麗軒，你睇下，仲有好多花牌喺度，原來新速速嘅呢間嘢，我見到有啲餐同埋幾靚咯，望落去，咁啊試試先啦，得唔得都未知㗎。好啦。嗱，瑰丽明珠啊，哇，几靓啊！10月21先开张噶，原来，哇，系咪冇人啊？喂，咁啊睇睇啦，入去坐低，再同大家慢慢倾，就喺呢度啦。好啦，當然入到嚟佢就同我哋沖茶啦。你睇下見唔見啊？呢度有啲似稻香咁嘅樣嘅，不過就睇落去好似靚啲、企理啲咯。我哋嗌嘢食先，我哋其實嗌咗個餐嘅，咁依家等佢落 order 咯。依家好啦，入到嚟呢間新開張嘅瑰麗明珠啦，帶大家睇下啲海鮮好冇？嗱，依家已經時令有大閘蟹啦，波龍啦、哇，仲有阿拉斯加蟹喎！睇睇佢都有幾多海鮮，哇！花牌多到不得了，你望下。其實正式開張咧係呢個10月21日嘅，咁我哋今日都係10月26日嘅啫，所以真係好新淨咯。話俾你知，嗱，大堂就係咁企理噶啦，望下。一开始咧就讲讲呢个招牌特色打卡二人餐啦，价钱168蚊嘅，呢个咧都系喺大众点评嗰度买。呢间瑰丽明珠酒家咧都系新开嘅。咁头先个经理其实识讲白话噶，呢度有几多人都识讲白话，佢都有讲呢度系广州师傅嚟嘅。咁所以我哋试下啲嘢食得唔得啦？嘢食得嚟得7七8八噶啦。我哋依家又开始讲呢个生拆舟山黄鱼羹先，咁由老婆开始讲啦。头先一入到嚟咧，我真系有少少似曾相识啊，好似瑰丽轩咁嘅感觉。不过呢度咧就比瑰丽轩用嘅水晶灯咧就多啲啊，所以见到个环境咧都比较偏黄，就唔系偏白嘅。咁另外佢嗰个黄鱼羹咧拎到上台嘅时候系段位上噶，里面就有个化学钠喺度，咁装住黄鱼羹嘅器皿个容量咧大概都超过350毫升噶啦。咁食起上嚟咧，首先讲个味道先啦，系好重嘅鱼味，但系鱼肉我就觉得一般般啦，佢又唔算太。太多，虽然都不倒有，但系里边嘅材料咧十分之丰富，有冬菇丝啦，有银牙啦，有莴笋丝啦，最特别咧就系有柠檬叶同埋杏仁片啊，个口感非常之好，同埋食得出咧佢调教个芡咧系非常之靓嘅，因为咧我觉得自己食紧羹，唔系饮紧汤，咁所以咧我觉得材料又丰富，同埋个味道调教得非常之好，鱼味十分之重，仲要落咗少少姜丝啊，
腥啲鱼咧要辟一辟腥，但系又加咗柠檬叶，所以个效果咧系好醒胃，同埋好好食，好似自己食紧蛇羹一样啊，好享受。拎到上台嘅时候，因为本身都够热噶啦，同埋佢有化学蜡点住，个热度咧就可以保持到，非常之满意。好啦，今次呢个套餐嘅主角咧就系咩咧？金牌脆皮乳鸽，其实咧真系我谂同桂丽轩有少少相类似啦。我真系睇下问下经理先，睇下系咪佢同桂丽轩其实系有关联嘅咧。咁呢个脆皮乳鸽咧，嚟到个皮系真系好脆嘅，同桂丽轩嗰边一模一样。咁呢个套餐里面包埋，当然系正好多啦。佢都系咧每位得半只嘅啫，里面汁水系好够，调味咧我就觉得桂丽轩嗰边可能只乳鸽细啲、嫩身啲，所以咧食落去咧个口感会好好多。而呢度系大只啲嘅，我会觉得系叫做啖啖肉，几好食。嗱，俾你睇下，完整一只系未食过嘅，就系咁样样。当然我依家咬开咗啦，大家睇下，嗱，我只手啊洗干净咗噶啦，见唔见？佢里边啲肉咧都几嫩嘅，唔算话好柴啊，唔好食啊咁样。最欣赏系咩啊？佢够脆皮。但系呢个脆皮咧，佢唔系啱啱炸起嘅啫，都叫做炸起咗一段时间啦。因为咧呢度可能人流少啦，佢可能未必控制到啲乳鸽几时炸起会比较好啲。桂丽轩咧就真系啱啱炸起俾你嘅，好食好多，新鲜滚热辣，差好远。咁呢只都今次叫不过不失啦。咁另外就想讲讲啦，上次大家饭都食过一次啦，大家饭好味好多，呢度就真系比下去噶啦。但系大家饭就做唔到脆皮咯，大家饭都系好食个皮，但系不至于咁脆皮咯。好啦，跟住讲讲呢个海胆凤眼饺啦，属于点心嚟嘅，价钱30元，一笼有四粒。其实呢度啲点心咧，有啲似饭流咁样，系好大粒噶噃。你睇到啦，中间整色整水整嘅车厘龟喺度，咁你就知道佢有几大笼咧。咁我咧就夹只凤眼饺俾你睇啦。呢度劏开咧，我惊会流晒出嚟，所以咧我决定喺呢度夹咗落只碗，再慢慢同你哋讲。首先咧呢个凤眼饺咧，依家就劏开俾你睇睇先。你见唔见到个皮啊？好恩皮嘅，入边咧你睇下啲海胆汁在中间入边嗰度嘅，大家都见到啦。呢饺里边咧有鱼肉啦，有虾胶啦，同埋有少少猪肉嘅。海胆汁嘅味道咧唔系话太浓，佢咧都系好轻微嘅啫。海胆嗰个汁，咁呢啲海胆你就见到啦，喺边头几丰富啊！你望下几劲抽啊！你以为蟹子咧？唔系啊，系海胆嚟噶。咁个皮咧就真系你头先见到啦，一叉开嘅时候烟韧到不得了。点解啊？其实佢呢个皮咧有啲似上次柱香楼咧喺国贸站饮茶嗰间啊，嗰个紫色嘅点心咧一模一样，佢呢只皮咧太过恩皮啦，所以食落去咧我感觉就唔系我杯茶咯。咁但系佢个味道调得好好嘅，其实佢里边有咁多材料喺入边，已经话俾你知赢晒。加上咧佢汁水亦都够，你望下，求其截到只虾俾你睇啦。咁你可想而知呢、这个点心几多材料喺入边咧？奈何浸皮咧令佢失分失得唔少，价钱嚟讲唔算贵啊，30元咋，仲依家有做紧600折添，话俾你知，随时可能都系20多元啦，计埋加一计埋剩咁。最后有单我先俾大家睇咯。食咗咁多肉类咧，总要食翻个菜嘅。呢个咧系爆炒寿司包菜啊！我最初以为吓，点解有泰国菜食嘅寿司包菜？系咪即系平时我哋中意食嘅生菜包啊？估唔到佢唔系生菜包，佢系椰菜嚟噶，即系我哋去曼谷咧比较少食嘅椰菜，其实就等于炒杂菜其中一款。咁但系如果炒得好咧，个口感又真系几欣赏噶。记唔记得阿凡哥咧最中意食？回锅肉啊，回锅肉嗰啲椰菜咧炒到好爽脆，仲要嗨咗少少回锅肉嗰啲酱汁，辣辣地、甜甜地、香香地，又真系几唔错，好好食。本身椰菜都有鲜甜味嘅，佢就冇乜涩味或者劲抽嘅草青味或者沥味。咁呢一度嘅椰菜真系做到呢个效果，佢亦都有落啲辣椒啊、蒜头啊，同埋酱油咧一齐兜炒啊，咁所以咧好香同埋好爽脆，仲要好好食，尤其是唔系腋部啊，尤其是颈部嘅位置，特别爽，特别甜，好脆口，真系好好食。我唔以为自己好似食紧西生菜咁样添啊！
这个是海胆酱焗虾球，属于套餐里面的其中一项，一碟有6球。这个焗虾球来到的时候尺寸不是太大，当然有些很大，好像这球你看几大球，但是你问我这个是海胆酱，我怎么说都讲不到是海胆酱，这些是一些甜芥辣来的，再扣了一点蛋黄酱下去，所以吃下去你说是海胆酱我真的吃不到咯。不过呢虾酒油的质素走得很好，恰到好处，不属于厚份那只，同埋呢佢挂嗰啲酱汁落去呢挂到啱啱好，唔会话过多。另外呢面头仲渗一啲花生碎，大家望下，哇好好食喎呢个。但係佢可能想用咁嘅做法嚟等你哋食落去觉得似海胆酱，但係我完全感觉唔到囉。呢、这个 OK 呀，拎嚟送饭一流，或者拎嚟就咁当小食食都係 OK 嘅。套餐里面还有一碟是辣椒炒土豬肉，寫明是例牌，拎到上台的时候哇我好担心，全部穿着一半以上都是绿色的植物，凡哥当然不压，还要寫明是辣椒。其实平时我们在街边买煎养三宝，所有青色的辣椒不论是尖椒又好或者是灯笼椒都好，凡哥一口都不吃，所以这碟这样的青 BB 扔了一点豬肉的辣椒炒土豬肉，凡哥只是会吃土豬肉咯。另外它的配料是挺香口的，因为是豉椒和蒜头，椒就是刚才我讲话辣椒的中椒，豆豉它都有中烂过，所以都有豆豉的香味，而蒜头它都拍过还有少少油炸过的，所以都有蒜头的本身的香味。而土豬肉方面我期望挺高的，想着它很浓的豬肉味，反而这里就比较干身。其实它有肥有瘦的，但是它就不在同一嚿豬肉里面找到有肥有瘦，大多数就是肥和瘦是分开了，瘦那些它又是纯粹是得瘦，炸到干柴柴好像豬肉干那样，肥的它就炸到好像豬油渣那样就比较香咯。吃起上来的口感就没那么好了，是结实一点鞋口一点，但是味道是合格的。辣椒方面它真的很够辣，但是也都不是话最辣嗰种状态，因为啲辣椒嘅银已经去咗啦，咁所以呢一度咧纯粹系食到辣味同埋少少猪肉味咯，咁豉椒同埋蒜头嘅香味都有嘅，但系呢碟咧如果比起最出名集团式嘅肺大厨嚟讲咧，我谂呢个辣味咧系好轻可嘅啫，但系我估唔到呢度唔知系咪比较北方嘅菜式嚟嘅咧，所以炒起上嚟个碟底咧真系类似我哋形容上海菜咁样啊！那些龙油赤酱的情况非常之劲，赤酱就不是很犀利的，不过龙油真的非常之多。如果喜欢吃健康食物，我想你看到这一碟辣椒炒土豬肉都会有少少卻步。咁当然大家如果有大众点评应该都有㗎啦，点得个餐冇大众点评点样买餐呢，係咪先。咁其实如果打卡呢就会送一客招牌港式雪山包啦，又或者呢个酥皮菠萝油嘅。咁我哋当然都係要返雪山包啦，因为佢话里面有叉烧㗎嘛。咁呢个包呢其实就唔係好大隻。咁讲真啦，其实雪山包呢係特点嚟嘅，27元。如果要菠萝油呢就大点23元嘅啫。咁我諗菠萝油都係咁样 size 㗎啦，细个。呢啲其实香港叫做迷你嘅雪山烧包嚟嘅，咁呢个包咧几松软，里边做到嗰个空心情况咧都好劲，咬落去咧空气感亦都唔差，咁里边叉烧咧个酱汁调得好好、哦、你睇下，大家望唔望到啊？见唔见到啲肥膏啊？呢度我圈俾你睇啊，嗰嚿就系肥膏啦。咁可想而知，呢个咧唔系话柴口嘅，系好好食嘅。虽然大众点评话送俾你，但系不至于差得咁紧要。嚟到时候新鲜滚热辣噶，但系我哋摆耐咗，冻咗亦都系咁好食，唔会话因为冻咗而令到叉烧硬晒。酱汁结弹弹咁样，依然咧都系咁松软，几好食嘅。呢个唔错啊！大家如果有大众点评嚟到打埋卡，又可以多件嘢。依家开业期间咧，仲有6.8折添。礼拜六日咧就8.8折。我谂啊，点心虽然价钱系贵，但系喺依家新春期内，大家不妨嚟试试。因为点解啊？有折啊嘛，冇折就大家谂谂啦。因为价钱都几劲啊，同香港有得挥啊，叫做。
单点项目方面呢，其实我们不止嗌点心咁少的，还嗌了两个小菜，咁其中一个小菜呢就是镜头面前这一碟啦，海参马蹄蒸手剁肉饼，价钱58元，拎到上台的时候呢，个卖相我就觉得麻麻地啦。如果比起我自己屋企整的肉饼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卖相不够吸引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家庭式整肉饼嗰条片的连结呢摆咗喺右上角嘅，有兴趣嘅话呢你都可以按嚟睇下。咁呢个肉饼呢望落去呢个丰厚程度呢其实差唔多接近 1cm 啦，又未到 1cm 嘅。咁食起上嚟个口感呢就比较干身啦，因为你其实望到表面蒸完出嚟呢饭油光啊，或者啲肉好新鲜啊，令立立嘅情况都冇嘅。但係唯独是见到啲海参最突出啦，同埋啲肉饼呢除咗有少少马蹄嘅位置之外呢，仲要有啲肥猪膏嘅位呢喺中间。咁其实个肉饼下面呢，我 cut 一嚿俾你睇，你就见到佢都有放咗好多肥猪膏㗎喎。咁食起上嚟佢都有少少弹牙嘅口感。不过猪肉味就冇头先我话辣椒炒肚猪肉嗰种肚猪肉咁浓味呀，係一般般㗎啫。咁同埋呢呢度可能调味比较淡啲啦，最后尾冇淋啲甜酱油落去啦，或者係普通生抽啦。咁所以食起上嚟就比较淡厚啲啦。同埋海参嗰个口感呢都係非常非常之淋啊，最后尾佢都有放到有啲葱粒喺面头，不过啲葱香味就唔多觉嘅，同埋有放一橛红辣椒呢喺中间做装饰啊。咁但係整体上个效果就未如理想囉。我最初呢就諗住啊，既然我嗰个双人套餐有两碗白饭啊，咁所以就不如嗌个肉饼嚟送饭食啦。咁而家呢就介绍埋碗白饭啦。大家唔好误会啊，碗白饭唔系单点噶，系套餐包埋嘅。但系咧，你望见个碗白饭好靓仔啊，唔怪得知咧大排档或者啲餐厅咧会嗌白饭做靓仔啦，真系好精灵。佢里边全部都粒粒分明啊，仲要好干好爽啊！就算食有汁嘅餸或者系干身嘅餸咧，都好好食。佢有丝苗嘅香味，同埋真系好出色。比起一般我哋喺家庭式买到嘅泰国丝苗米咧，呢、这个米真系相当之唔错。唔知系咪有啲网友推举我讲嘅内地比较上乘、比较好品质嘅米咧，真系好好食。哇！呢、这个真系柠檬丝豉汁焗海鳗。价钱98元，大家睇到条片啦，喳喳声上嚟嘅时候好震撼。当然我哋摆耐咗一段时间噶啦，依家依然仲系咁热，点解啊？首先前底系有好多蒜子喺度嘅，话俾你知，令到啲鳝咧唔会 over 过熟。大家望到啦，见唔见啊？唔会系湿湿，仲系肥嘟嘟嘅感觉嘅。咁当然前底唔止净系得蒜子，仲有啲姜粒喺度啊！你睇下，啲姜粒简直话俾你知咧，惊人哦！令到咧整碟嘢咧，佢有柠檬叶嘅香味，有姜粒嘅味喺度，蒜子嘅香味亦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啊！呢碟嘢嘅鳝咧唔算话好多嚿，但系话俾你知喺香港食，你估几钱啊？98元，你唔好发梦啦！98元可能得呢会一半嘅啫。其实你记唔记得上次我喺深水埗想食蒸鳝，嗰度都要收你唔知几多钱。我哋最后见到人哋食，自己食唔到。大陆嘅鳝咧，话俾你知系特别爽口嘅，唔知点解佢唔需要讲话系咪台湾鳝。是不是什么鳝啊，但是本身就已经是很爽口的了。他今次呢都给了一些腩位啦，还有呢少量的美味啦，数数埋埋都有十嚿以上。但是告诉你知、哦、好好味，这个送饭一流。他豉汁呢不是很抢，但是他的蒜子和姜味呢就发挥得很劲。还有呢你看这鳝有几厚，给这嚿你看，是但夹嚿最少有 1cm 以上。所以呢这碟东西真是送饭一流，送啤酒都一流。价钱你说98元贵，我不觉得贵，因为呢啲系鳝嚟嘅。大家都知啦，深圳去食烧鳝几钱啦？88元得个8件，你就知道其实鳝系有几贵咧。大家心中有数噶啦，呢个真系好好味，同埋呢个鳝咧系冇泥味嘅。哇 ，very good 啊！
好啦，跟住讲讲呢个杨枝甘露啦，属于大点23蚊嘅。其实喺美团嗰度咧有得抢嘅，就系9.9嘅啫。咁但系因为我哋买咗个餐，咁所以呢个杨枝甘露咧佢就唔可以一齐用啦。但系有啲地方咧系可以并用嘅，咁唯一呢度可能佢唔可以咁样做啦。我觉得冇问题嘅，我哋因为中意食啊嘛，所以照买。杨枝甘露 size 咧唔算太多，比较细碗啲嘅。咁佢咧有啲芒果粒切得好细粒，见唔见啊？咁佢有啲甘油咧，即系啲红油啦，亦都系好甜嘅噃。西米咧好细粒。这个呢佢做得好好 ,blend 出嚟呢 ,blend 得好滑，冻嘅程度呢都好够。唔会话因为呢摆耐咗呢而令到佢比较热身啲。因为呢度呢冷气好凉爽好舒服啊。所以哇这个真係就算23蚊依家有折就抵食啲囉。如果冇折就麻麻囉。因为20几蚊一个糖水都系嗰句啦，同香港好相似嘅啫。咁再加上内地洗人仔嘛，即係话俾你知再高少少嘅会。而甜度呢佢都系好适中嘅，唔算话过甜囉。有啲地方一食咧，哇！甜到直情条脷咧，可以话乸脷啊，佢就唔系咯 ，OK 嘅呢个。镜头面前呢一个甜品咧系百香果布丁啊，属于特点，一碟有三杯，价钱27蚊。咁其实拎到上嚟嘅买相咧相当唔错，我估唔到有三杯咁多，咁啱晒啦。我试咗一杯之后咧，一阵介绍完仲可以一人食一杯，或者凡哥食多少少啦，因为佢头先冇粉食啊嘛。话明布丁个口感咧真系非常之滑啦，同埋雪得够冰冻，都几好食噶，有啲似 mousse 咁嘅状态啊，食入口。是牛奶布丁的味道，它是有少少甜，但是不是很夸张那种，那就啱晒了。因为面头那些是新鲜白香果，那些籽和汁啊是带有微酸的味道的，得一点甜味，配合起这个牛奶布丁呢，那就啱啱好了。那酸味不会过重，不会说酸到你蒙晒隻眼呢都吃不落，那变相下面有少少甜味呢就盖过晒，就可以将个酸味呢中和返。整体上呢白香果的味好容易接受，就算佢酸咧，都觉得好香，好好食。加埋下边嗰杯牛奶布丁咧，佢都俾到有8-9成满啊，十分之欣赏啊，几好食啊！最后咧嚟咗呢个山果拼盘啊，里边有呢个哈密瓜啦、西瓜啦，同埋有呢个香印嘅。当然呢个系大陆香印啦。咁我首先讲讲呢个香印先啦。香印嚟讲咧，我食一粒噶啦，甜度系几适中嘅，唔会 over 过甜。望落去似唔似油金子啊？我喺曼谷咪俾你哋睇过咩嚟噶？似唔似提子啊？嗰啲油金子啊，好鬼死似噶！你睇下个样咧，几鬼死似啊！但系油金子千祈唔好就咁拍啊，就咁拍啊，都几难食嘅。咁呢个咧甜度啱啱好，唔算 over 咗。咁我讲埋西瓜啦，西瓜咧比较淡身啲，呢、这个季节咧可能秋季啊，西瓜唔系咁啱，所以咧再加上内地嘅质素咧，或者香港依家嘅西瓜咧都唔系太靓啦。开始以前我好记得咧买一节节劏开咗嗰啲西瓜咧，好好食嘅。依家嗰啲西瓜唔好食咧，依家就算你拎嚟称啊去买啊，都系好一般嘅啫。咁所以呢个西瓜都系好普通咯。另外嗰个哈密瓜就系老婆讲讲啦，平时咧食生果应该由淡口食到最甜噶嘛，咁我谂住平时最淡嘅系哈密瓜，咁我咪食哈密瓜先咯。唉，点知出事啦！哈密瓜咧好甜啊，跟住我后来第二嚿咧就系食西瓜，哇，淡而无味，净系觉得好多汁。不过个质地都几好食嘅，起码唔系淋，唔系霉，唔系话好多核嗰种。我知咧多核嘅西瓜好多时都好甜嘅，不过咧我哋就懒捋核啦，咁所以咧就中意食啲冇核嘅西瓜。但系呢个西瓜咧真系好。很多汁，但是没什么西瓜汁的味，真的没什么西瓜味，很特别，真是先甜后苦这样了。那另外提子呢就只是凡哥吃了，我没吃啊，所以呢一阵间我先慢慢试。好了，来个美人照镜啦，哇，甜品都吃了，你看全部 OK 啊。跟着讲我最后总食评啦。
好啦，跟住讲个最后总食评啦。呢间桂丽明珠酒家咧，当然首先都讲过啦，佢同桂丽轩系有关联嘅。咁所以咧，里面菜式嘅嘢好接近。呢度叫做经理啦，我估佢就过嚟问我哋啲嘢食有啲咩问题啦，或者有啲咩可以改进，或者口味啱唔啱啦咁样。咁我哋都如实话翻俾佢哋知。咁其实有啲咩问题啦，其实都讲咗成十几分钟，佢都唔系话小时间。因为有啲嘢真系好食，有啲嘢真系唔好食。咁唔好食嗰啲，希望佢哋会。嚟紧做得好啲，佢就见我哋喺度拍嘢啦，咁佢都问我哋：咦，你哋食家嚟噶？我唔系食家，我哋完全唔系一个食家，我哋只系两只喂食猫嘅啫。意见呢，只系俾佢作为参考嘅啫。我唔系需要佢哋一定跟住我哋咁样做，因为我哋唔讲得上系一个食评家。我都讲咗，我只系一个食客，我系用一个食客以我个人身份话俾佢知啲嘢食有乜问题嘅啫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我哋唔系一个食评家。食评家咧系有一啲人咧自认自己为食评家，或者公认佢系食评家，而我哋两个完全唔系食评家。你记住，我哋系食客嚟嘅啫。有人会喺度话我哋，你扮食家，唔好意思。我唔系扮食家，我只系一个食客，我冇扮过食家。咁今日咧嘢食咧有几样嘢我几欣赏嘅，就系、是、最欣赏嗰个柠檬丝豉汁焗海鳗啦，价钱98元，哇顶呱呱。咁另外咧就系、是、个乳鸽咧跟餐168嗰个二人餐，哇都系好好食喎呢个，亦都有嗰个百香果布丁啦，我都觉得唔错嘅。咁当然啦，我头先大众点评比分送咗一个雪山叉烧包啦，诶又唔错喎。咁依家咧其实有68折嘅啲点心，咁大家不妨嚟呢度试一试。咁大家见到啦，我埋咗张单，美团嗰度168，跟住要扣咗25.6，因为咧其实嗰三样点心就有折，所以扣咗25.几，即系扣翻成个点心噶啦已经。咁今日呢度咧冷气好充足，服务员招呼好好，同埋最好系咩咧？佢哋识讲白话，有啲咧当然未必识讲啦，差唔多占咗一半嘅人咧都系识讲白话嘅。哇，认真唔错啊呢度。咁另外呢度新开张都算做得唔差噶啦，我觉得。其余嘢等老婆讲讲啊。首先咧最突出就系168嗰个餐啦，居然我哋咁好彩咧，今日先至有得第一日嗌啊，咁我哋就即刻试到啦。居然咧里边系有山贼舟山黄鱼羹啊，大家知唔知道如果拆鱼肉嚟整羹咧，系有几麻烦啊！千祈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如果你系做拆嗰、那个，唔小心跌咗一两条骨落去咧，咁就不得之了啦。可能客人咧会啃亲啦，或者整亲啦。同埋如果啲鱼肉唔够鲜甜咧，个鱼羹咧又整唔到有鱼味喎。咁所以咧呢度都整得相当之唔错，同埋佢唔系纯粹好似整拆鱼粥咁样样，因为有阵时。食过嗰啲拆鱼粥咧，多数都系得鱼肉，其他配料咧都冇乜嘅。咁呢度咧黄鱼羹咧，佢居然有好多好多配料啊，包括头先我提及嘅银牙啦，同埋莴笋丝啦等等，仲有冬菇丝喎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佢一啲都唔孤寒啊，个口感啊味道都相当唔错。咁另外个海胆酱焗虾球咧，其实都好食嘅，似曾相识，有啲似我哋去曼谷食福鱼翅里面嗰个一人餐咧，有个虾球噶，佢亦都好似整咗啲甜甜酸酸，类似沙律酱落去。呢度咧就唔系用沙律酱整，食落去咧就似系甜芥辣，咁所以咧我觉得有啲相似啊。咁另外头先辣椒炒土猪肉咧，个辣椒真系好好食，我食晒啦。咁土猪肉咧，一人食啲啦，因为我头先食肉饼嗰度咧又食咗好多猪肉啦嘛。咁肉饼方面咧，我哋都提及咗好多整肉饼嘅功夫啊、手作啊，应该用咩步骤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个肉饼佢又唔系冇落到应有嘅配料。因为它连肥猪膏都有落，但是为什么效果硬是差一点呢？就是喂水的情况不够。另外最后吃到的感受生果盘，我都觉得哇挺不错的，原来它生果盘有三样生果，还要是买上都挺漂亮和挺好吃的。另外那个手撕包菜是炒的呢，效果也做得很好，它带了一些甜味和酱
油味，咁同埋佢都落咗啲蒜头一齐整。另外两个甜品我都好欣赏。咁至于嗰个海胆凤眼饺，我哋都讲咗俾头先同我哋倾偈个店员听啦，因为个饺皮咧就比较厚啲，就冇咁欣赏咯。咁同埋呢度最紧要咧系新开、干净、清洁又有折头，咁所以咧写起上嚟咧，令社觉得又平又抵食，同埋食得好舒服。咁我今日讲嘅咧就系咁多啦。好啦，新酒楼嚟讲不过不失噶啦。咁希望遲啲我哋再有機會上嚟食嘅時候，或者會食晚飯㗎。咁希望佢會做得更加好，等我哋都會食得更加開心。咁呢間大家不妨嚟試試啊！新酒樓嚟講，呢一區都係屬於華強北嘅，唔算話太難過嚟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中意睇個片嘅話，訂閱、贊好、分享、留言啦，多謝大家支持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